今天咱们临时有一个任务要出趟门，前段时间我带着一只朋友，带着一只狗啊，带着他的狗去做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是什么手术呢？就是外阴脱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情况，那我大致的讲一下。这是一只拉布拉多，然后呢母犬是1岁多，它的下体就是流出来一个很大的像瘤子一样的东西，很大，这个就叫外阴脱落。它一般是母犬在发情的时候容易出现。那什么犬种容易出现这个外阴脱落呢？就是像我们遇到的有巴哥啊、法斗啊、拉布拉多、罗威纳、杜高啊，类似于这种犬种它容易出现。做完手术就是有个7-8天的时间了，这只狗啊它因为便秘，它就使劲蹲着排便，然后把伤口给崩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它的流出来的那些血水。正好这个朋友啊，他是特警，在监狱里关押犯人呢，他没有时间，咱们就临时的替他出趟门，然后把狗带过去做个检测。多多，三斤拉布拉多也是做的。这是配狗的事儿，还是得回自个儿就那什么了？没事就这样。多多，进，快点，进。还有一个特别怕溜的。好了，明明，再见。来到机器上，因为硬拔熏它那会儿，这个狗辅助性特别差，净拽着它跑，再上了电梯摸圈儿了。走。这个狗啊，昨天精神状态，今天好点儿。但是弄丢了，那倒不用，咱们不用那个。他特别怕这个。我没有公分，你让他看看是吧？是吧？我看要是看这是他高雄鸟的，他嘞。东北单号，在下个路口到达收费站，注意减速。这些狗早就死了，这就没事，不用测了。
咱要是李团长出问题，不劳动吗？我倒不是太熟，我对他的脾气不太了解。我来了，那整个的检查结束了啊，刚才我拍了一张照片，这里面显示的就是他的看啊，就是说这个问题严重在哪儿啊，他这显示着说反应蛋白就是在炎症哈120多122，然后正常的值是在10以内，这个就很高了，太高了，就说他的炎症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刚才医生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问题呢，上次我们来带他做外阴脱落手术的时候，医生就说他这个肚子呢看着不太正常，就看着不太正常，有点大，他说我们建议给他把绝育一块做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狗狗主人可能考虑到说小狗年龄还小问题不大，那他没有做绝育手术，结果呢没有几天这个子宫蓄脓就爆发出来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以前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个狗如果得了狗子宫蓄脓，它从症状出现到死亡就几天，我遇见最快的就是两三天就死掉了。所以今天咱们一直在强调啊，给狗狗做绝育这一项很重要。如果你看我们作为犬舍的话，我们的狗呢会定期的繁育好或各方面好，我们有经验知道它哪一些症状是不正常的。一旦这只母犬它不再做繁育，那就要做绝育手术，这是必然，这一定要正确去做的。我们反复这样去强调，大家总是不太干嘛，不往心里去啊，这个是风险很大。好吧，这只狗呢咱们先要放在这儿消炎几天，然后才能做手术，要不然炎症太高不敢做，很麻烦的。绝育手术利大于弊，这个谁也别抬杠。昨天医生把多多做完手术之后的照片发给我了，这是他摘出来的子宫卵巢。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分辨是好坏的话，那我们拿出另外一张照片来。这张照片呢是雪儿当时在做绝育手术手术的时候我拍下来的，它是一个健康的子宫卵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很明显是吧，很明显。然后左边那张图呢就是病变的样子，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关于给狗狗做绝育手术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咱们这儿提到，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因为做了外阴脱落手术以后他的伤口崩开了流出来的血水，但是去了以后医生一检查伤口那儿没事，那就是里面的东西，并且咱们通过他尿出来的那些血块什么的可以判断一般不是新伤口，它不是一种新伤口流出的血，因为新伤口是鲜红的血，它是有一种暗红色血块，一看就不正常。那接下来这只狗要在医院再待几天，然后消炎处理没有问题了以后咱们再接回来。